底下都是哪里啊？这个我就全面接受了，我不是让你盖不盖的问题。快！你把大同市城墙全围起来了，它就有了文化底蕴了。哪一部法律上老百姓不搬家，给我打！我不活了，不要活了，都死了算了，是不是？等于是我是在这种体制下，在中国在中国体制下不可能是，我把它变成可能。学一下啊！可以想象一下，在以后的这个大同，这里边就是一个游人如织的古城。你给我干了好多好事。那毛主席要栽的，他盖一个走岗。